先生，夜深了，应该回去休息了。小鬼，这么晚，你起来干什么？先生，夜里寒气很重，您会着凉的。而且明天一早，您还要去中大教课呢。先生，您应该有足够的睡眠。我知道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先生。先生，我觉得我是那样的尊敬您，而你好像有什么痛苦，我为您感到难过。你还年轻，对复杂的生活缺少了解。以后你就不要再关心我的生活了。不，先生，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您为什么不设法和您的夫人和解呢？和解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而且是他拒绝和解。他说的真对呀。跟他的性格相差真是太远了。那您为什么不能迁就迁就他呢？迁就啊，有些事情是不能迁就的。比如说，我是个艺术家，我热爱艺术。那既然你们的性格和情趣相差那么大，你们当初怎么会爱上的呢？当初他可不像现在这样，而且当初我们都很年轻，对爱情啊、婚姻、生活都缺乏足够的认识。最难看到的还是人心。你该回去睡觉了。那么，先生，你也回吧。接着。好。Thank you.
徐先生，您下课了，快去食堂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身体不好？哦，不是我，廖静文感冒了，我给他冲了两个荷包蛋。好好，快去。哎。趁热把荷包蛋吃了吧，发发汗就好了。谢谢你，苗真，我真的吃不下。谢谢。那先盖着被子，好好睡一觉。嗯。我真的没什么，你们都去忙去吧。谢谢大家了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好，你们都去吧。有事叫我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好好休息，那我们走了。好。请进。静文。啊，徐先生。快躺下，快躺，快躺下。你看，光照顾我了吧？自己感冒了，哪儿不舒服啊？头晕乏力，浑身发冷。嗯。小葵，你太善良了，我去给你倒点水。何必关心我的事呢？我自己已经独自生活了七年。谢谢。您不应该那么孤单的生活。昨天夜里，我看见您心里的痛苦。没什么，工作一忙也就忘了。其实，我也渴望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，生活在一起。只是过去的教训，让我不愿意再经受家庭的吵闹和纠葛。我都48岁了，先生，我记得托尔斯泰曾经写过这样的话：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。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也就是说，幸福的家庭是有的。可是对我而言，真是可望不可及。哦，先生，您该走了。哦，画展的很多工作还没准备好呢。好吧。我去给你叫大夫啊。哎，先生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廖景南发烧了，我去请个医生。哎，我去吧。啊。他不单是感冒，主要还是恶性疟疾。严重吗？打拉头瓶，病情会控制住，还要吃药休息。哦，要注意他的体温。画呀，是用脚画的。画架一定要支得离墙远一些，以便在写生的时候从同一角度可以后退观察。来，你们刚刚开始学画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。画面呀，近距离的看只能看局部，
必须要后退到一定距离才能看整体，和实物比较才能观察入微。所以画画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少动笔，为此就要前后不停地来回走动。所以说呀，画是用脚画。静雯，静雯，哎，杜然，苗真，哎呀，我们给你打了一壶开水。哦，谢谢。来，我给你倒上吧。好，这感冒啊，就得多喝水。谢谢，总是麻烦你们。不客气，你还需要什么？没什么了，你们赶快去忙去吧。哎，好，好好休息啊。来，乖乖，再见，再见。那我们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比前两天好多了。看，量量体温吧。先生，您上课够累的了，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我这儿没事儿的。中午吃饭了吗？嗯，吃了点馄饨。脉搏倒很正常，嗯。哦，还是有些发烧，要继续吃药。还有药吧？嗯，还有呢。啊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？小的时候生病，奶奶总是给我熬粥喝。嗯，好，那就让刘师傅晚上给你煮点粥喝。想奶奶了吧？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去世了。生病的时候，都是奶奶陪着我，照顾我。有的时候，我还特想生病呢。哎呀，我小的时候可没有享受过照顾。先生，您说说你小时候的事情吧。江苏宜兴济亭桥镇，父亲是一个穷苦的乡村画师，家里边还种了几亩瓜田。我从小就帮着家里边放牛啊、车水、看瓜田。我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教我读书识字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喜欢画画了。是吗？父亲跟我说，画画就是吃空心饭啊，怎么能靠它谋生呢？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，家乡连年发水，我就跟随父亲辗转临湘，与自卖画为生。范蠡呀，住在这一带研究陶艺，之后呢，这里就出现了许多制陶的能工巧匠。嗯，知道陶朱公是谁吗？范蠡。对，灶纲先师呢？不知道。也是范蠡，他教百姓啊兴陶致富，人们称他为灶纲先师、陶祖。啊，这是明代烧陶的古龙窑，距今知道多少年吗？500多年吧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还记得郑板桥那首咏竹诗吗？嗯，咬尽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南西北风，对吗？对，你记住，做人做事都要这样坚韧刚毅。有一次
一个财主过六十大寿，让我父亲写六十种不同的福字，这还没写完，父亲就病倒了。哎呦，六十个福字，如果不按时交的话，不仅不给我们钱，还要罚我们的钱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跟父亲说，让我写吧。我父亲说，你哪有书法的功底呀？你顶多给人写个春联儿。我说，事到如今，你就让我试试吧。那时候，我跟父亲住在一个破庙里，我就一边在砂锅里给父亲煮药，一边翻看仅有的几个字帖，绞尽脑汁的变换笔体呀。那后来那六十个福字你写了吗？当然写完了。从那以后啊，父亲发现我，还是个画画的料啊，就尽心的教我，让我画我看过的鸡犬牛羊、村树猫花、邻人还有乞丐。您从小就跟着父亲流浪，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？哎呀，奔走江湖，苦是苦一些，但是也有很大的乐趣。我的乡村里的山啊、水呀、还有一路的所见所闻，都对我是极大的滋养。这是我的童子功啊。先生，我连了您画的铁毛兰。我还连了您画的猫。还有寻鸡。哦，先生，是不是可以乱真了？他要把您作品临变呢。临变我的作品，好啊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然后？同学们知道孙悟空吗？知道啊。知道。那谁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我不想当孙悟空啊，吹一口气就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许许多多的小猴子，纯粹的模仿复制出许多小猴子，对繁荣中国的美术事业有什么意义呢？同学们一定要注重写生啊，画鸡就要拜鸡为师，画猫那就要拜猫为师啊。同学们刚刚入学，路子一定要走正啊。这样，我今天给同学们布置作业啊，每人每周画四种四条腿的动物，画四种两条腿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好，完全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。眼神儿，是，徐先生，徐先生，哎，注意他的眼神和他的，静雯，
先生，又想家了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以为您不会再来了。就为这个哭啊？真是个孩子。我在中央大学除了教课，还要处理其他的一些事情呢。作为一个老师，要对所有的学生负责任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啊，对，来量量体温吧。不用了。必须得。下次我再回来晚了，不要哭，耐心等待，知道吗？今天吃药了吗？吃了。脉搏正常。怎么？不烧了，退烧了。我看看。太好了，那我马上就可以工作了。对呀。先生，您又洗衣服啊？取回来了。啊，这15幅画刚刚裱好。还有什么新画吗？我明天再拿去裱。过几天吧，再攒一批。啊。下一批画框下一周才能送来。这批做的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检查过了，很好。啊，你月季刚好，一定要注意别太累着啊。多做些事情，我心里高兴啊。哎，等画目定下来，我就可以帮您编写画展目录了。好啊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呀，给你买了一小盆银边吊兰。是吗？我看看。真好看，小的时候我奶奶养了好几盆呢，不过没有这种银边的。这种银边吊兰啊，在光线弱的时候长得更漂亮，这银边更突出。再有啊，注意不要多浇水，要见湿见干啊。先生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我画过花鸟，养过。哦，你报考大学选择哪所学校定了吗？我还没考虑好呢。啊，快跑吧！去缝工洞，快，你去吧。梁振，梁振，梁振，快快快，去缝工洞。好，好，好。先生，我们也去吧。你怕吗？先生不怕，我也不怕。我们不会中头彩。我正准备干两幅画。啊，那我帮您吧。好啊。来，我来。鬼子，真是欺人太甚。
喜气斜阑，怒泄珠，古人说的不错呀。哇，好大的气魄呀！啊，我的家乡啊，盛产巨大的毛竹，我非常喜爱宋人文渔可先生画的画，但是中国传统画受工具的限制，只能画瘦竹。我在新加坡看到工人用棕刷刷墙，受到启发，改用刷子来画竹。这种办法也不知道文渔可先生如何看待。你可以提字问他呀。好啊，嗯。未知于可，以为何如？李鸿先，文渔可说：“好。”嗯。哎，对了，明天你帮我买八面镜子。八面镜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八面镜子。好。嗯。来来来，同学们，来来来，一人一个。来，女同学有镜子，男同学很少有人有镜子。是的。嗯，先生，这镜子是做什么用的呀？镜子，照自己呗。嗯，搔首弄姿。艺术家很多不修边幅，我们用不着天天照镜子。同学们，这是我送给大家入学的礼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是用来画自画像的吧？对，你说的对，这个办法非常好啊。自画像啊，可以仔细的研究，随请随到啊。在镜中，你可以做各种喜啊、怒、哀乐的表情，横竖没人看得见。我在巴黎学画的时候常画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我跟同学们说，要画四幅四条腿的，还有两条腿的动物。那么我再加一个，每人每周要画三幅自画像，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。还有墨画。为什么还要墨画？墨画呀，是锻炼我们对形象的记忆力。我们不仅要画自己画熟了的，将来还要画只看一眼的东西。掌握了这个本领，我们就能捕捉到生活中非常生动的素材。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没有问题。没问题。好，今天我出一个命题作画。一个四川人站在黄桷树下。四川人，四川人什么样啊？哼，先生，这个是难题。芥子园画谱上没有四川人，也没有黄桷树啊。画谱上是没有，但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啊？学画一定要注重观察，不能闭门造车。照画谱上模仿龙爪点、披麻皴，以至于一目一时都画不像，毫无真感，更谈不上创新了。先生，您说的真感是指对现实的感受吧？对，真感是一切艺术的源泉。这儿真静啊。是，这儿也很美。来到您的身边工作，我的生活也变得美丽充实起来。我将怎样来感谢您对我的爱护和关怀呢？我将永远像您的学生那样尊敬您。不要说感谢，
要说感谢的话，我应该感谢你，你为我做了很多的工作。不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我做的太少，而我得到您的关怀又太多，这是无法抵消的。你朴实善良，使我深受感动。先生，我愿意在您身边，尽力做我能做的一切。静，这些天我有一种神奇的感觉，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，我是如此的依恋于你，你仿佛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先生，我也情不自禁地依恋您了，您在我的心中打开了一个新奇的感情世界，但是什么呀？还是让我说了吧。但是，我不能做你的妻子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先生，请原谅我。为什么要说原谅呢？你是无可指责的，静。我曾经反复的考虑，我今年48岁，比你年长许多。我本来不应该这样的要求你，可是感情这种东西，往往出人意料。你来到了我的身边，医治我心灵的创伤，你燃起了我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。静，不要为我难过，年龄的距离是无法改变的，我绝不强求你，你去做你愿意做的一切，好吗？如果时间能够如人愿的话，再让我年轻10岁该多好。静，别再难过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提这样的事情了，好吗？让我们回到杨硕那条小船上，就仿佛我们刚刚认识不久那样。谢谢您，先生。如果说在我平淡的一生中曾经有过美妙的回忆的话，那就是从杨硕的那条小船上开始的。好，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要送你，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呐！啊，我办画展正需要纸呢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安徽泾县，宣纸来源断了，市面上早就断货了。这就是你造的纸？我监制的。你看啊，这画画的有钱买不着纸，那就不等于是要喝西北风了吗？我亲自试验配料，造出这种新的夹江纸。你呀，你画画试试。感觉如何？浸润吸水性好。墨色跟颜料的效果也好，我可以尽情的画了。谢之柳副报时那儿我也送了很多哦，这个我还分了大小各2刀，哎，每刀96张。你呀，尽管画，用完了咱们再去拿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康有为先生曾经送过我清朝宫廷用纸，
我看乾隆皇帝的御旨也不过如此了。能得到贝鸿兄如此褒奖，我荣幸呢。大乾兄啊，我聘你到中国美术学院做研究员，就看你会画画懂理论，没想到你还会造纸，难得难得，人才啊！来来来，快坐快坐，来来来。魏鸿兄，我今天来不光是为了送纸，你珍藏的那幅董源的西岸图啊，我还想借回去读一读。不巧，傅抱石先生借去了。哦，我记着你上次来看画，足足看了两个小时啊。要一读再读啊，读得烂熟于心，才能磨画出来。又要仿董源的话去卖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这样，我要借这幅图去看，是因为近来我一直在揣摩董源的笔法。嗯，他的话我也时时挂出来研读。嗯嗯，每次都有不同的领悟啊。董源对后代的影响是罕见的。对，你看。米芾，嗯，沈括，嗯，对他推崇备至。是，黄公望说要做山水画，必以董源为师法。嗯，我呢，正在研究他的笔法。但愿化古人为我友，创造出自己独立的画风吧。大乾先生如此潜心研究。你的艺术会日臻完美，我拭目以待。等傅抱石还回来，嗯，我借过去看看行吗？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回去了。啊，好。贝鸿兄啊，嗯。我有一事相求，说。你一向快人快语，今天怎么扭捏起来了啊？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好，我就直说了。你能不能把你那幅画让给我？西岸图，我要借鉴它，改变我的画风。哦不不不，哎呀，君子不夺人之爱，这，我不应该说这话，你就当我没说啊哈，这，好，那等那个傅抱石还回来，你就告诉我行就行了，你借给我看看。大贤兄啊，嗯，那幅画我送你了，当真吗？看来你更需要它。贝鸿，贝鸿，你千万别为难，千万别为难。我刚才那个画是一时冲动，我知道，将心比心。我们作画的，收藏自己真爱的画，如果要送给别人，像挖了自己心头肉，这我懂的，我懂，我就忍痛割爱了。此话当真呢？热的情怀。
花谈旧人生。